滑就到哎。哎呦我的去！哎呦我的去！爆炒腰瓜20，蒸的菱角蜆15块，小炒柴鱼片20，鳝鱼35，卤菜20一碟。总共多少钱呢？总共20、14、16、19、15、20、110。哇，110吃一桌菜啊！大家好，我是阿华，我现在在祝贺镇啊。今天我们又去喝早酒，这家店太喝早酒了。旺旺早餐，我们今天来的有点晚。这多少钱一盘啊？他给你切20块的。好，切个20的，一针。小肠、大肠，品种还挺多啊。嗯。烤一个柴鱼头要花。啊，来个卤片。那蒸菜有什么来？这个蒸菜有这个我们这里的小菱锅米，他们湖里的。小菱锅米啊。小菱锅米，这多一份啊？豆角15块，15元一份是吧？用那个肉和那个排骨蒸的，哪个好吃？推荐一个，都可以啊，我觉得都可以。还有菱锅米，过来，这就是炒柴鱼是吧？对。这柴鱼是20元一份吧？别地方我不知道，你别地方我就等于是恶习，那是酒鬼。